冬菇焖鸡。是这边的砂糖橘。酸甜酸甜的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辣皮子啊？那个辣皮子，吃一下啊。辣皮子啊？嗯。辣辣的，放了点辣椒的这种。这样吃的，嗯。我来洗一下，我的天。哎，真的是小鱼，这个哪里是你待的地方？我只是炒一个啊，炒先炒一个看看先。OK， 好了。哇，这个是鱼哦，蛮久的哦。嗯。要不会煮很容易融啊。是啊，要有点技术哦，我跟你说。有。我们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偷拍你们。美女大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美女大师了。不会呀、啊。人工太咸了，知道吧？放了点浓盐的，多咸。OK。好了，不用去再捞，再捞虫虫掉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觉得这是火他，真的。拿一个锅子来看着。小雨，你煮的这个是什么东西的？这个就是鱼跟腐竹、哎、啊，鱼跟豆腐啊，豆腐鱼。没有葱哎，哎呀，忘了放葱了。有啊，要不要？等一下加到面上去了，要不要？哦，等一下加到上面去吧。好的。没办法了，现在都熟了。我跟你说，难得吃上我的手艺，不容易的，你以为？这个是电饭锅吧？对啦，高压锅。我不叫，我老妈在家弄。你要看时间一般。我不跟你们做辣椒，辣椒我不跟你们做了。好两个碗嘛，这个说点好两个碗。今天嘛，今天有谁啊？今天还有一个过年，恭喜你呀！恭喜你！哎，恭喜恭喜！这么热情的，是吧？哎，你是他们老表叔呀的？嗨，我了。哎呀，阿姨没煮东西吃。哎呀，算了，阿姨没煮东西吃。你哎，慢慢这么搞个辛苦。哎，你是那个老表叔。